全球第四大的烟厂在苗栗设烟厂，现在引发争议，当地的居民也担心会影响到健康。我们来看看在台中大里的烟厂，每年的3到6月的时候，也就是炒烟季节，他们说呢，烟厂里头会散发出来很刺鼻的烟味，让大家都觉得头晕、喉痛，甚至想吐，还得吃药看医生。尽管烟厂说已经花钱改善了，但当地居民还是无法接受。詹先生指着只有一墙之隔的烟厂抗议，住在这里的居民得时时忍受烟厂排放出来难闻的烟味。那是那个味道来，那是出排出排品，干那是对肺部较袂遐好啦。不抽烟的詹先生抱怨烟厂每年3到6月进货时，工厂炒烟就会散发出刺鼻的烟味，长期下来害他和太太常常感到身体不适。现在就是喘加吼，这是啥？迄个吼，这嗽啊，加呼吸管安尼。大家拢安尼吗？这安尼是算讲吼，做是尔，起码即无偌久才发生啦。啊，进前是安尼，味道是算足久啊，对不对？拿出一大堆的药包，治疗头痛、喉咙痛的药都有。不止詹先生一家人，隔壁邻居邱阿嬷抱着7个月大的小 baby， 心疼宝贝孙子也被二手烟侵害。嗯，也毋是做，也毋是安尼，就算伊个烟吼拢放出来，啊，是小孩子都不舒服。小孩子怎样不舒服？小孩子因为伊敏感，啊，鼻子都一直的，一直的。会不会很心疼？会啊，当然会啊，啊，没办法啊。如果说当时的气象条件，或者是说有风这个因素存在的话，可能味道会飘得比较远，嗯，所以民众可能会感受到。家家户户门窗紧闭，不敢开窗，就怕烟味会飘进屋内。虽然烟厂去年已经花了1000多万改善设备，但是炒烟搬运时所散发出来的烟味让这些居民难以接受。这些无形的伤害该由谁来负责？中年新闻黄孟正、叶嘉文台中采访报道。